蓝少林五祖拳发源于福建泉州，是国际上素负卓誉的优秀拳种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在国家对祖国传统武术文化的重视和保护下，泉州市的对外武术交流活动十分活跃，各国武术团体、武术家来泉州寻根访祖，络绎于途。在这种群贤毕至、风云际会的大背景下，经多方联络筹备，由世界各地五祖拳同门联合发起组织的国际蓝少林五祖拳联谊总会，于1990年在五祖拳的故乡泉州成立。联谊总会成立之初，各国各地区的五祖拳同门深感五祖拳在数百年间的传播过程中，别经历代武术家千锤百炼融会贯通，最终形成为鲜明风格、富红套路、影响广泛的主流拳种。但是也因其年代久远、师承各异，今存各门派传承技法互有异同，难以开展竞赛及评判。为此，1991年在第一届主席卢庆辉先生、徐金栋先生、叶青海先生、周昆明先生亲自倡议下，由菲律宾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、澳大利亚、新加坡、香港及中国泉州的五祖拳同门师友各献真秘，共同创编了一套五祖拳比赛规定套路及80技手。十多年来，在联谊总会历次的演武大会上均各同门表演了这套规定拳，说明了各国武术团体对此套拳的认同。为了在今后更好推广五祖拳规定套路，受国际蓝少林五祖拳联谊总会委托，泉州市武术协会指派本会副主席徐金辉先生对规定拳套路的功法、技击应用以用技手艺同等逐一详解，供各国同门武术家参考，以期推动规范套路的普及。规定拳套路80技手完整演示。